对，我，您可以先待定。其实一开始选选手的时候会有一些随意，有点草率。看到后面有更强者的选手出来的时候，然后会选择更强势的选手。有些 dancer 他为了晋级，可能会故意做一些队长喜欢的风格的舞蹈。我觉得这样就体现不了个人的因素，所以我还是想多看他个人更擅长一些什么。你先待定吧。OK。是知道他来的，因为我跟他是一个舞社的，以前啊一块跳舞，我们是哥们儿嘛，所以他的水平我了解。因为考虑到之后每个人各队的时候，然后我是需要跟我的舞种搭配程度非常好的队员，但是今天奶茶表现的水平不是那么理想。你先待定吧。我以为他稳过的耶。千玺其实是个很公正的人，我能不能晋级完全取决于我自己当天的发挥。那今天的状况跟我最坏的打算是一样的。因为咱们的毛巾数量特别有限，就25条，所以这个选的时候你要选出其中更好的那几个人就其实特别困难。您可以先待定。您先待定。待定吧。你看这里还有那么多待定的人，他之前还有直接不给，他现在连都没有直接不给，全是待定。这不用待定了吧？我现在还剩几条？15条。你先待定吧。不要这样了，好不好？哇，觉得好圆了，越来越圆了。第一轮的时候，我觉得发太多了。然后我第二轮的时候，我想多待定一些，然后待定的这些 dancer 可以掰一下，然后可以选出更好的。